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王继女儿的近照。1991年年初，王继和老公高峰在洛杉矶结婚，同年8月女儿高丽雯出生。据悉，高丽雯曾在08奥运担任志愿者，在刘德华、巩俐主演的《我之女人》心中也有露面。去年高丽雯还参加了华侨小姐纽约赛区的比赛，还拿得了最少景小姐的奖项。整理报道。